弟妹妹们，我是 Angel 姐姐。你们有没有觉得最近好像新加坡很多人，好像挤满的人？你们看邻里的购物中心，还有邻里的小贩中心，好像真的都挤满了人。是 Angel 姐姐自己的感觉，还是你们也感同身受？如果你们也感同身受的话，留言在影片下方跟 Angel 姐姐讲吧。那英就觉得啊，因为可能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出国的原因，那现在不能出国了，所以呢大家都有一笔钱在身上。那我发现就大家都会把这一笔钱呢花在吃的上面，所以很多那种高消费的食物啊、餐厅啊，哇，都挤满了人呢。哇，你们看，连平时很少人的星耀张仪现在都挤满了人呢。今天是星期三下午6:30而已哦，你们看现在的人潮，你知道吗？在星耀张仪这里啊，英就觉得这边的气氛哦，比乌节路还更好哎。因为去年英就不是带大家一起去乌节路看灯饰吗？但是今年我觉得真的很棒的地方是在主卧星耀张仪，这里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就比如说在楼下的瀑布区，就晚上就会有泡泡。还有呢，星耀张仪也有露营区哦，让我带你们去看，走。这里呢就是露营区，那这个露营呢是新加坡最近最流行的东西，叫 glamping。 它的露营的那个帐篷呢都是很漂亮，然后里面都有帮你有弄好设备。你们知道吗？在星期三晚上这边有好多人哦，在我旁边就有一堆人，我们再往下走看到底有多少人。 Let's go。 哦，这露营区有人打扫的耶，这边的圣诞装饰还弄得蛮漂亮的。哇，楼上都已经这么多人，楼下应该更夸张吧。我们现在要去看瀑布旁边的，应该是有一个秀吧，好期待哦。 Let's go。好像要排队耶，感觉很像很多人。哇，这里好有圣诞的 feel 哦，你们看，这边还有下雪，人工造雪哦。它的入场哦是有限制人数的，所以刚刚才会排长龙，所以呢我们进不去了。COVID 现在已经进入了 Phase 2，那之后呢会进入 Phase 3，在这个月的28号会进入 Phase 3。那 Phase 3的话呢，就可以更多人一起出门去啦什么的，所以现在可以8个人聚会咯。随着2020年即将到一个尾声 ，Angel 想要在这边跟弟弟妹妹们说谢谢你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Angel 呢就更有动力拍更好的影片。那因为有你们的反馈 ，Angel 知道哪里可以更进步。还有呢 ，Angel 也要谢谢那些一直有帮 Angel 的影片留言的弟弟妹妹们，比如说谢谢这些弟弟妹妹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Angel 才更有动力拍更多影片哦。为了答谢大家对Angel 一直以来的支持呢，在明年就是2021年 ，Angel 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元化的不同的内容哦。在影片的最后呢 ，Angel 呢要跟大家呢说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圣诞快乐，拜拜。你们有没有觉得新加坡好像很多人？哎，谢，我忘记走。随着2020年即将。2021年有更强的企划会呈现在这个频道。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Angel 觉得 ，Angel 觉得。Angel 还要谢谢有，还有呢 ，Angel 还要谢谢。那里面算了算了算了。